警员拦下这辆没开大灯的轿车，准备引导开往路边。轿车猛踩油门，在路口转弯，差点撞上警员。巡逻车鸣笛展开追捕。下车！下车！双手握枪，警员喝令车上驾驶乘客下车，驾驶一把被拉下车，当场遭到压制。驾驶被压制，乘客也被请下车。经过盘查，发现车上是兄弟党，弟弟在哥哥。警方同步搜索，在车厢内搜出这个东西。冲撞警车，不配合拦查，妨害公务，加上这一包一克重的海洛因以及毒品残渣针筒，罪加一等。警方依妨害公务罪嫌逮捕61年制的同性驾驶，并于右后座查获毒品海洛因一包，并于副驾驶的61年制同性男子身上查获一具毒品海洛因的残渣针筒。26号晚间7点多，台中西屯派出所警员在逢甲商圈一带巡逻，途中发现没开大灯的轿车，随即展开盘查，遭遇冲撞警车，就连警员也差点遭殃。警员在商圈道路机警追捕，所幸没有人员受伤，更让这对兄弟党即刻就范。三立新闻张俊东、陈炳豪台中采访报道。